宝贝袋中放置小布书、沙林、安抚娃娃等玩具，透过说明发展量表，让父母及幼儿增加亲子互动，同时检视孩子的发展状况。六，基隆市长谢国梁在议事厅进行市长施政总报告时，偶尔停顿，偶尔喘气，偶尔又咳嗽、擤鼻涕，身体略有微恙。行政院考评的一个金安奖的殊荣与肯定，所以表示我们行人友善的部分继续的努力推动当中。因此，基隆市议员吴华嘉要质询前，还特地送上龙角散喉糖给市长谢国梁。我想刚刚在前面报告的时候，大家都有看到你今天的这个喉咙的状态不太好，所以我想要在这边先送个龙角散的喉糖给你。而这温暖的举动也获得资深女议员张芳丽的称赞，也半开玩笑的呼吁，有好的对象麻烦大家介绍给还是单身的吴华嘉议员。我看到了我们的华嘉，他很温暖，真的是很温暖。那我看后的对象敢保证，真的，这像这样子的女孩子的一个个性啊，是值得大家来学习，这也让严肃的议事厅质询气氛变得缓和温暖许多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